家晚安。我看起来超像哭过，但是因为我眼睛有点干，然后他一直掉眼泪，我不是在哭，大家。但我现在超像刚刚哭过一样，天哪，他一直掉眼泪，好像很可怜这样。谢谢谢谢初风，不是，对，是谢谢初风的粉色盲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平安 ，Hello， 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就是很干，然后你看很干，然后他就要哭了，你看只有他红红的。谢谢谢谢史努比跟信伟的礼物，谢谢。呼呼，大家晚安。哦，我真的看起来很不好哎。很不好哎，好难过。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突然送了很多礼物，谢谢。哎，我又在鼻塞，看起来是超像刚刚哭过。大家晚安晚安。晚上好，我是小晴，欢迎来到小晴的直播间。这个洞永远都闭不起来的洞。晚安，你们就忍受一下看着这样的我吧。看起来真的很惨哎，就是一直有一种，还是你们就这样子，看这样。好啦，没关系，远一点，我们离远一点，调亮一点，这样子。收盲花吗？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是不是？今天好像是最后一天。太远，我又没办法操作手机。我看一下我的盲花现在在哪。五小时而已，现在是多少啊？31:33是吗？
谢。谢谢大家，晚上好。但是礼物完全，大家顾着刷礼物，完全没办法那个看大家的留言，差2000而已，谢谢。洗个板，丢完之后大家可以重新进来。谢谢大家的粉色芒花，还有银白芒花等等的各种芒花，耶、yeah。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说不定今天可以破哦！哇，啊！但是我今天又没有很好看，觉得有点抱歉呢。好想要，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谢谢，差1000可以换贝雷帽，1000左右。谢谢，吃饭了吗？这么自觉，没有，因为我今天眼睛状态不太好，看起来没有很好。而且大家真的是要多穿衣服，最近就是突然变冷很多，然后我也是最近开始穿长袖，然后注意保暖，不要冷到睡觉的时候就觉得很冷啊。然后可能是因为换季，然后就会开始过敏又开始，然后就很容易就鼻塞啊，或者是打喷嚏什么的，一直在打喷嚏。所以大家就是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多喝水。我今天有水。达标了，达标了，那么厉害，那要怎么换呢？有人可以告诉我怎么换吗？还是他自动会帮我换？指定任务，哎，我又忘记怎么用了。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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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大家，等我一下。哇！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哎，我换到了，换到了，谢谢大家，大家不用那么的，就是激烈。我换到了，带给你们看。加了，耶！哎，超搭我的衣服，难道我就是为了今天这个奖励而穿这件衣服的吗？哇！谢谢大家！哎，我们很厉害，不是，是你们很厉害！天哪，谢谢大家，我换得了今天这个芒花排行榜的小礼物——贝雷帽，刚好也是红色，对啊。谢谢大家！耶！还说很好看，我要谢谢你们哦！谢谢小翔的枫叶，还有谢谢刚刚大家一直帮我刷礼物，我还真的是要感谢一下。等一下，我来滑上去看看。谢谢 Snoopy， 然后我觉得可以念一下那个芒花排行榜，哎，排行榜贡献榜。谢谢熊熊，谢谢初风，谢谢信伟，谢谢包子，谢谢游戏 Hero， 谢谢阿红，谢谢 Stephen， 谢谢小易，谢谢 Ting， 谢谢明晶，谢谢中和喵喵，谢谢中银，谢谢少凯，谢谢蛋塔，谢谢咖喱，谢谢 CQMK， 谢谢自伟，谢谢 Rapper， 然后这位是谢谢 Snoopy， 谢谢 James 回放兔，谢谢燕，谢谢大头，谢谢阿华，谢谢吉米周，谢谢圆滚滚，谢谢奇月，还有后影，谢谢世宏，还有阿 k i 谢谢你们，把芒花贡献榜的大家念一念，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天哪、啊，真的很酷哎、欸！上次还剩什么10000多的，今天突然就拿到了。
期待下星期二在棒球场看到你，期待期待，到时见。谢谢 Snoopy， 谢谢，好啦，谢谢游戏 Hero 南瓜糖果罐。好了，好了，我们有多就丢给你啦，谢谢。我们换得了我们的35000是吗？这个贝雷帽，我们说换到的话，下星期我们就带这个贝雷帽直播吧。嗯，谢谢。好吧，今天是星期六，10月30号，因为我们改了一下直播，所以这次是星期六的，现在6点开直播。本来是打算再晚一点的，但好像说，星期六感觉早一点开也没关系吧，所以就选了大概6点，就是开直播这样子。还是秋天的滤镜，对啊，已经是秋天了，秋冬天了。大家，我们已经步入冬天了。其实，老实说，对，而且明天就是万圣节了。万圣节大家有要干什么吗？要做什么吗？虽然没有小青配红酒，但是我是现在是小青配水饺，那也不错啦。谢谢蛋挞的骷髅糖果。上班，万圣节当然是看小青的布丁影片，那个才2分多钟，你要看一整天吗？打电玩，对，我昨天上传了布丁的，算是 reset 公演的 vlog， 但是因为那是布丁暂停活动前最后一次暂停活动，对，暂停活动前最后一次。比赛公演，所以就拍了一下。宿舍有万圣节拍，哎，我真的是身心都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万圣节，可是明天居然有排了上课，所以就是对排了培训，就没办法去了，就没办法开 party 了，就很难过，真的很难过。但本来打算就蛮临时想要说改成今天，但是我忘记跟他们提了，所以今天应该也没办法吧。歪歪了，不然只能抬起头。大家要不要也来办一个万圣节派对啊？小金晚上好，去火锅也算是 party 了吧？吃火锅，其实宿舍煮的话，吃火锅有点难约吧。突然出去吃，我们就是很爱在宿舍做点什么，对。谢谢大家。现在是一直那个动画，跑动画的部分。刚刚讲到什么？哦，布丁的 vlog， 布丁的 vlog， 你说做了一个布丁的 vlog。大家可以去我的 IG 看，欸，我的那个贴纸是不见的，再打一次，在哪里？欸，有新的贴纸，欸，这个好看吗？我看不到，挡住了。啊，改不到字。哎，可以。嘿，有吗？热潮约会，我刚刚看到潮热约会，好好笑，行程有点难约。热潮，我怎么没听到这个？是没约我？
算了，因为我们三个人，我们全部人的不是三个人是哪？哪三个人是怎样？就是我们大家的行程其实蛮不一样的，所以，所以就是看看要怎么约咯。说这也不可能不只有五个人，可能其实还有很多什么编外成员，就看看要怎么约咯。晚安，大家晚上好。谢谢阿 K 啊，谢谢哦，这是我就很什么，很习惯性的把就是弹出来的礼物念一下，然后现在是在过那个刚刚大家送我的礼物的动画。晚安晚安，大家晚安。但是选拔组的会不会比较好约一下？会吗？可是我们还是很不一样。选拔组是为了让帽子在头上那么才坐那么远吗？我觉得，嘿，这样子。抽到什么？很像哭过，但是有眼睛泪汪汪，这样就好了。刚刚讲什么？好，搞到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啦！我懒吧吧吧。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办哈利波特？不是哈利波特，对，哈利波特。然后他们就说，想要留到以后有机会，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再办，所以就好像没有成功。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那要干嘛？可是因为刚好明天就要去培训，所以就没，好像暂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你有一个专属天使，我们来听专属天使。Hello， 人好。我昨天超比较晚回，也没有说比较晚回家，应该是说昨天有一个工作，然后他就是很累，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没有以前平常可能就是什么11点12点回到家这样子，但是昨天就蛮早到家的，大概9点快10点吧，10点回到家。然后我不知道，我其实很累，然后我想说我自己就很想要睡觉，然后昨天不知道干嘛。然后，哦，对，而且我还坐过站。为什么会坐过站？反正我坐过站了，然后我就从下一就是后一个站，然后再走回家这样子。然后走回家之后走一走还没电，手机没电。不过没关系，已经快到家了。然后我就心情还蛮好的，然后我就回家拿钥匙，然后开门，然后开门之后是特别。想说要不要再下去走一圈，但后来身体太累，所以就身体太累，然后我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对，然后特别想唱歌，所以我昨天明明就很累，然后就在房间突然一直在哼唱歌，然后还拿了超久没见的 Lily 出来，大家知道吗？然后我今天跟林依云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哇，你很闲情逸致。”超 chill 的，但我发现我真的是，
就是，哎、欸，你不觉得很搭吗？等一下，这个搭，这个跟这个很搭、欸，哎。对，今天整套是一同一个色系。对耶，好厉害哦！然后我就拿了很久没拿出来的莉莉，然后弹了一下，是天意吧？哦，谢谢戳戳你，突然没了帽子，莉莉。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专属天使。Hello, Sunny, 你好，我是小青。感觉今天可以再 chill 一下。不错，今天我们就一边聊天，然后想到要弹的时候，我们就弹一下，怎么样？看到帽子了，对。嗯。虽然不是晚安台，但气氛很像。我们可以也是、啊，我现在感觉就很像什么九点。十点的感觉。明天不是有电台吗？就是那个一家平海跟柏林的电台，电台宣传。对啊，今天对不起，今晚，对，是今晚，对不起，我人还活在昨天，不好意思。哦，不是昨天，我刚说明天，今晚，大家就觉得很久没有，我记得以前不是有做过什么类似电台的嘛，感觉最近可以就是有想要在，其实晚安台蛮像电台的，对，最近也就有人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小青还蛮适合做电台的、啊，就是做一些类似电台的一些谈话的之类什么的。可以啦，只是声音有点湿。今天晚上 DJ 请我要狂放歌之类什么的。今天来送。突然在干嘛？今天？哎，我的水呢？我今天来跟大家练习乌克丽丽。嘿，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晚安，晚安。这样啊，那我不知道怎么进行。谢谢颁奖的热气球。帽帽跟衣服好配，故意的，因为我今天刚刚换到了这个帽子，可是也没有，就是，对，今天是我入秋后第一次穿长袖去上培训，这样，因为很冷，就真的很冷。嗯，好，大家想听什么歌？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没有什么歌是还没有弹过的，我有弹过一首歌叫《醉天使》嘛，大家有听过一首歌叫《醉天使》吗？现在的时间是
晚上6:30，31分。大家有听过一首歌叫《醉天使》吗？是真怎么念？醉没有听过，居然！可是我以前超喜欢这首歌，这是一首。这是什么？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然后我表姐，然后我通常都叫她姐姐，然后我姐姐她就是很常放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她这首歌很好听。那你们应该听过《狮子座》吧？因为刘晓晴很常偶尔唱一下《狮子座》，《狮子座》这首歌的同一个歌手唱的，然后想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就是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我没办法回家，但是因为我姐姐其实快要结婚了，然后我就很担心我没办法参加她的婚礼，但是因为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她婚礼没办法办。然后今年终于在今年10月的时候她结婚了，就是终于举办他的婚礼，他不是结婚，他登记很久，只是终于举办他的婚礼。但是我就觉得很难过，非常祝贺他，但是我觉得很难过，我没办法去。对，好像有讲过，又好像没有讲过的感觉。对，然后对，恭喜。然后就是，但我很难过的那天，就是因为也没有很难过，就是觉得很可惜，就是人生。中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如果我有机会回去的话，我蛮有可能会当他的伴娘。就人生中没什么机会可以当别人伴娘嘛。我以前就想说，我想要当一下什么花童什么的，这花童是小孩子当的，对。但伴娘就是比较难嘛。然后那一天就是有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对，没办法到现场，对啊，好可惜哦。然后就是。有看到他们那些照片，然后觉得哦，就是大家变多啊什么之类的。对，这首歌《醉天使》有一种，就是我姐姐的印象。忆吗？真忆可，忆名的忆吧。要不要听听看啊？虽然是我唱的，然后我上网查，它的原 key 是 E key， 但是。它就是乌克丽丽的谱，它是 C 调，所以我可能唱的没有那么好听。这是什么啊？喂，对，听。然后希望你们听完今天唱的是，你可以去查一下原唱，虽然是很久很久的歌，对，但是我还蛮喜欢的。我看一下。哦，最近有哎，最近有哎，最近有人翻唱。我听一下。他唱的那么好听怎么办？伴娘不能当太多次，可是就是会憧憬，会憧憬哎，真的是。以前跟就是那种最好的朋友，都会。跟他说我以后要当你的伴娘什么之类的，看谁要先结婚。醉天使，最好的那个天使，我最熟悉的只是你的。重来，最好的那个天使。熟悉的姿势，你的名字，我们会有大大的房子，你会送我一首小诗，最坏的那个天使，我最爱画的就是你的样子，我们手这距离拉成的相思，温柔着彼此的言辞。最爱的就是那个天使，爱到
哇哦，谢谢。就是很可爱耶，虽然是就是有一点怎么说，也没有到那么可爱的歌，就是他会说，就是怎么说，就是很极端，很极端的歌，爱又爱到会死，怎么恨又恨到可以去死，极端仔。可是前面很可爱，他就说我们会有大大的房子，你会送我一条小丝，就很可爱啊。可是很极端，救命，这首歌真的是最好的那个天使，我最熟悉的姿势，就是那个天使，爱到可以去死，爱到整个世界都窒息灭，最后还要给你体贴。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天使，恨到可以去死，恨到快把自己都全部忘记，最后还要自己铭记。最恨你那就来不来见我一次，最爱你当月初传来你的相思，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最后我说了我恨你，可是我恨你就是我爱你。还记得怎么弹呢，还不错嘞，嘿嘿，还不错吧，大家开心了吗？但我对就是这样，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唱给你们听？不怕失去那一点点，晚安，大家晚安。今天完完全全的唱歌台，啊不是唱歌 ，Lily 台，谢谢。而且快要到十一月了，十一月的教练要来了。谢谢熊熊的麦克风，感觉可以再一首。再一首，有，我现在眼睛好了，又好一点。小心听很多华语的歌的，其实还好，我是近期，真的是很近期开始听多了很多很多，因为可能有一部分是想要唱好歌耶，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唱的语言也是中文华语嘛，然后普通话嘛，就想说多唱一点。对，而且像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唱日文歌，但虽然很看类别，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偶像，然后我就会听了一大堆偶像或者是偶像相关或者是动漫的歌，就听很多，然后就这样学会了日文啦，我觉得是。然后但是呢，如果唱中文歌的话，因为我比较就日文的话，你还要就是知道，例如说汉字你还要去查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中文的话就比较就是马上可以进到脑袋这样子。对， HR 新歌很好听，我也觉得很好听，我也觉得很好听。
业吗？懂听，真的真的很好听，新歌超好听的。真的是什么 ？Where 英文不好 ？Where do 什么 ？Where do？ 对，晚一点晚一点来听好了。我来先尝尝看这一首，但我今天好像没有很好。是吗？我也懂。试试看，我也没有认真弹过，但好像还行。这个谱，简易谱。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少了一个人都醉，多谢。少了一个人斗嘴，多些朋友的安慰，一切都不是错觉，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我还有太多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以前，终极一班二，哇，好像也不错，比我刚刚那边乱弹乱唱好听多了。答案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大家有听过吗？真的是很喜欢的、欸、哦，对，而且我的一开始最近的话，就是最近的歌可能就是比较多是从。抖音歌什么之类的，完完全全抖音歌。对，但是以前的话真的是大部分都是台湾偶像剧，有而且有听过现场好听网络歌曲。对啊，对，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迷，有什么新的歌就突然会想说哎、欸、好听这样子。然后但以前就是曾沛慈，很喜欢曾沛慈、有一次好像是宣传终极版的时候还是什么，就 special 有来香港
做就是一个见面会，然后那个时候佩奇有来，佩奇我还叫他佩奇，真佩奇，嗯，可以吗？然后佩奇也有来这样子，然后我那天本来是想要去的，我想去见他们，然后但是因为那天刚好有事，所以就只能经过，然后我就去拍他们，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就是可以拍，然后我刚好在那在什么朗豪坊，朗豪坊，对，在对，朗豪坊，在什么旺角，对，旺角配置对，然后就拍到他们，那个时候我就超级，我那个时候，可是后来我手机坏了，那张照片直接不见，我觉得超级难过。对，然后那个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超瘦，全部人都超瘦的，然后就说哇不行，怎么可以那么瘦？我都叫阿慈装熟，真的是蛮装熟的哈。那大菊要叫什么？可是叫大菊不是叫教主，你要装熟一点啊，叫亲。你要叫亲亲亲亲头，你要叫我头是不是？OK 啊，可以啊。对，照片不见，超难过。不过那一次就是真的是，就是那个时候就很迷终极，然后他们有来，我就有去这样。箭头哦，我刚才看错了，是头头，对不起，我刚刚看到箭头哎，救命！可以哦 ，OK 哦。OK 哦，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后面那刚好接触到那几张专辑里面的歌，我都超喜欢的。还有什么啊？我看一下这一首有没有？没有。小琴会期待去桃园球场吗？我记得以前 TTP Festival 的时候有去那个，对，也是桃园的，那个开场表演，就宛如那些年那几天都宛如昨天，对，然后那一次就蛮酷的。因为很大，我记得因为台湾就是我们怎么说去的，因为我们人太多，然后有时候舞台就是蛮习惯舞台很少，很少可以容纳我们很大的人，不然就是户外，对，然后虽然球场也是户外，但好像也是第一次去球场，大球场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那一天就是不是有 over tour 嘛，我们通常我们那个时候 over tour 还是在第二个什么 are you ready 的时候再出去，然后那个时候就那一次因为很远很远，要去那个我们表演的地方很远很远，然后我们就走超久的，这个蛮印象深刻。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回音啊，有回音，然后不好意思吸个鼻子，然后就是有听到两个声音，因为以前有三个声音吧，对，然后想说很荒诶，到底要怎么办啊？对，但是就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就是大家就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刚刚写在球场跳舞要小心，一直都是，对啊，一直都是高跟鞋，就是蛮酷的。其实没有很好吧，因为高跟鞋踩什么球场？高跟鞋踩球场，对。这个可以唱吗？哎，不知道这首有没有？等一下哦。哎，好像有哦。这是我可以弹的谱吗？好吧，应该不行，太难了。
上次有去，这次又要在一样的地方看你们开场面，觉得很奇妙。希望 TV 去我家桃园主场，希望当天可以赢球。是的，就很开心啊，因为最近我们宣传活动都要开始了，说不定有很多未来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啊，甚至是在电视上啊、电台上啊，还有可能专访啊、报纸，还有什么、啊？就是各种活动都很期待，就是对每一次都蛮期待有不同的就是内容，然后对可以表演给大家或者是跟大家见面之类的。我刚刚想要找什么，我现在忘了。哦，还有什么我会弹的？对。大家有听过这首吗？给你们听我最近听的抖音歌，但我只会副歌，超好笑。你们有听过这首吗？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啊，不对。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但这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决定不会唱这首歌叫小雨天气，下次等我练好再唱给你们听，笑死，不好意思。庆功记者会嘛，庆功记者会期待啊，因为庆功记者会它就是怎么说，就除了一秒约好之外，就是还有很多，也没有很多啦，就是还会表演其他歌曲，然后这些歌曲呢最近都在练，然后这些歌曲呢就是因为我们选拔16个人嘛，然后可能会有大家很熟悉的歌啊，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然后但是有些呢就是很厉害，对，很久啊，我这样不行啊，你们不能让我讲太多，对，反正就是最近在练习，最近就在练习，然后就很酷，对。而且因为我们真的是16个人很多，所以呢16个人的站位不太常见到吧，大家，对吧？16个人很难欸，我们练习室没有了，装16个人很厉害欸。要开始来吧，3、4单也破百万了。我跟小迪，对，我跟小迪是来自香港的。好吧，欸，我刚刚想说，哦，小雨天气，那会儿再说。下雨天是不是也可以？下雨天的乌克丽丽，哎，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最近一直在比赛唱歌就不没有很好听，太难过了。好高哦！下雨，这个是 C。那会不会很高？为什么大家因为乌克丽丽音色比较高，是不是？这个是下雨天。你转头就会变成发带，那蛮好的。哎，我真是最近很喜欢发带，也没有最近了，已经喜欢半年了，哈哈。最近看到的都是公演16个人的站位，我们公演就是12个人、13个人、14个人、10个人，
什么？懂得广东话，对，我们会广东话。瑞瑞瑞可以用 Lily 吗？等下试试看，我来试试看这个好了，虽然有点高。这好像比较简单呢，要不要来这个？弹慢一点应该就可以了吧？希望能把我跟小迪送回红馆，我们也期待会有那一天的到来。首先，疫情先结束，那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回去。然后也希望大家多点人认识我们，多点人支持我们，让别人觉得哎 ，AKB48 Team TP 也可以去香港开 live， 对不对？对，期待。是吗？下雨不是，对，下雨天 B 好像是这样，红刊对吗？红磡，对，红馆在，红馆就是红磡体育馆，对。但其他也是也想啦，就是只要有回香港就是表演的机会或是活动，我都很期待。如果有机会的话，对，就希望我不要太兴奋，然后或者是太紧张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说小青这种讲话不标准啊什么之类的，很在意吗？嗯，有一点，但是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很想，真的蛮想念家，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很想要这个凯旋什么之类的，回归什么之类的，然后很想要让自己家乡的人朋友们能够多多认识，或者是说就是回去一下，怎么，你懂吗？大家懂吗？就是很想要在自己的家乡能够见到自己支持自己的人吧。对，下雨天，下雨天，下雨天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这有点难按，不好意思。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的雨滴。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不唱了，太高了，太难了。我们唱好，好不唱，我们来唱正好，为了不要让我太尴尬，我来唱歌就好。好，送给你们好不好？送把这首歌送给唱歌的部分好不好？不是 key 起太高，是我不会弹。可以啊，唱歌就好了。大大大又会是吗？那个水平。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的雨滴。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谢谢没有往你分不清的线，这别结局还能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没爱的人不用道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耶、yeah, 好耶、yeah、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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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假装一下，假装一下。哎，刚刚是不是有讲、哦、ring ring ring， 是不是有人说 ring ring ring， 有没有乌克丽丽？超级假装是弹乌克丽丽这样子，这样有哎、欸，但我觉得我，你知道弹唱的时候就是会，因为你知道唱歌是要发力的，然后，比如说我，就是其实唱歌没有那么轻松嘛，就是会累，就是你要用力嘛，例如说你要例如譬如譬如。譬如说，就是你，想要就是有力量一点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声音再出来一点什么的，就是要用力嘛。然后，但是呢，也要专注，大家懂吗？就是你的精神要放在，就你要知道你怎么发声，不是吗？就是可能，例如说你自己会想说那音调在哪里什么之类的。然后，但弹乌克丽丽的时候呢，应该是说弹乐器的时候呢，我不太会弹。然后，应该说我也在看谱弹嘛。然后。简单的还行，然后我的专注力呢就很怕有没有弹错，然后呢就没办法同时进行，所以呢就会变得怎么说，就会变得没那么能够专注于唱歌吧，所以就会 half half， 大家懂吗？所以就是希望我可以有一些高音就上不去。试试看 ，ring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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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哎、欸，其实没有弹过。哎、欸，这是吉他，这不是乌克丽丽？难道没有乌克丽丽吗？有有有，试试看好了。不是。
会弹。OK， 算了，没关系。哎，可以有。什么什么抒情版吗？也没有啦，只是弹慢一点比较不会出错，所以比较抒情版这样子。好，试试看，练习练习看看。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哦不对。熊熊的芒花们，谢谢米酒，谢谢谢谢大猪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还行，希望不会怪怪的，应该还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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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弹乌克丽丽。嗯，要不要听？要不要听夏天的风？夏天的风已经过了，大家。Oh my god， 夏天的风已经很久了。夏天的风。
秋天的风，十月的风，哎，可以哦，哎，等一下哦，请听我们的新歌《秋天的风》。咳嗽，等一下，哎，水 ，water， 让我撕一下标签好了。water， 你的标签不能出现。啊！嘿。晚安，握起来就好了。谢怀怀的戳戳你，谢谢 RTY 的掌声鼓励，再一次，再一次。十月的风蓝蓝的，连云都变亮亮的，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雨后雨下过。哎，不行啊，大家。气温爬升到无法再忍受，要怎么改？气温降低到无法降低。哎、欸，为什么是呛到？气温。那这怎么念？照降吗？哎，他说，哎，这首歌超级夏天啦，骤降，骤降到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已经散散着步，我的街。他说听到心跳偶尔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多冷。哎、欸，他说听到心跳跟天气一样温度，啊，我们天气还那么冷。这是一首分手歌吗？大家谁会觉得就是？哦，是跟天气一样温度，哎，心都凉了，真的。怎么改？还是随便？这有个痒痒的东西，糟糕。就觉得哦，心跳跟天气一样冷，就会觉得想要让人拥抱我。好哦。听到心跳后，在乎我。天气一样温度，温度，体温15度的话还需要抢救吗？还是什么要改？把温度改一个词，温度什么舒服，跟天气一样舒服，跟天气一样。跟天气一样，温度跟还是和什么一样？什么和在乎我和天气一样？和哎，算了算了算了，
骤降。十月的风冷冷的，哎，不对，十月的风冷冷的，连云都变凉凉的，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云和雨下过，气温就降到无法再忍受，说心闭上了笑。TV 直接去找天晴老师，谁？天晴老师，我吗？天晴老师。秋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酷酷的笑容，也有。秋天的风正凉凉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家，秋天风轻轻说着。好，真的是没办法再改了。秋天的风，谢谢大家。秋天的风，小心好办，谢谢，谢谢。还有什么啊？大家，你们想听什么？简单的，那种大家都听过的，我比较会唱。那你们听有没有听专属天使？专属天啊，专属。天使，目击皆是你，目，等一下哦，目击皆是你，你们真的很喜欢目击皆是你，为什么？皆啊，有吗？有哎、欸。我戒不掉你，像戒不掉呼吸。下上。什么了？我戒不掉你。
样哎，天哪，酷哦！太难了。人生是噔噔噔噔，没有歌词你就再也唱不下去，真的。还行啦，但是好，再有不行。好，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一直小咳嗽。薯天使啊，可是我忘记前面怎么唱了。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哎，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专属天使。到这边告一段落吧，谢谢。最近 Google 了一下近期的抖音神曲，怕是乌龟起失眠的夜，怎么都好像没听过。乌龟起是怎样？起，好像骑马，没有了，没有啊，哪有这首歌？哪有乌龟起？怕乌龟起，怕乌龟起，陷入与蛋黄文火，怕乌龟起吧，怕乌龟起是统一面包卡士达。时间过得好快，这盒是我的第二盒，那我已经用了一盒，抱歉，富含了九千。你只要 OK 啊，我知道，你是说。Are you okay? Okay. Me, you, me. Clap. And you. Clap. Okay. 你是说这首歌吗？这首歌吗？最近的抖音神曲。Are you okay? Okay. You, me. Clap.And you, okay, 不是这首吗？是这首，我忘记要讲什么了。等一下，我知道。对啊，我知道。不是。是哪一个啊？这个。Are you okay? Okay. You can clap with me in the classroom. Clap low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Are you okay? Okay. With me clap? With me? With me in the classroom. And with me in the clap low. Okay. You can.You can clap, with me in the club low. Clap, with me in the classroom. Okay. Are you okay? Okay. You can clap with me in the club low.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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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请帮我把这个影片截下来，然后上传到 TikTok， 然后加上那个音乐，谢谢，帮我配一下。我会唱，就是我会唱，而且没有音乐超尬的。不会啊，抖音的歌我都会。Are you okay? Okay, okay. You can clap clap with me in the car below. Okay.有够好笑，哪里好笑？哪一部分？我刚刚有做好笑的事情吗 ？Me too， Me too 是什么 ？Me too 是什么？I with no be 什么？什么 I？ 等下歌词是什么？歌词？哦。If I was you, I don't wanna be me too. I don't wanna be me too. I don't wanna be me too.I don't want. If I was you, I don't wanna be me. I don't wanna be with you. I don't want me to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I'd wanna be me with you. 为什么？等一下，我要打出来。等一下，我会忘哎，救命！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等一下，打一下。发言。I'd wanna be me. 干嘛要那么认真在做这些事情 ？I'd wanna be me. I'd wanna be me too. 他有的吗 ？I don't wanna be.I don't wanna be me too. I don't wanna be me too. Okay. I'd. If I was you, I don't wanna be me too. I don't wanna be me too. I don't wanna be me too. 根本唱，为什么我唱不到？为什么我唱不到？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唱？为什么我唱不到 ？I don't wanna be me.I'd wanna be me too. 为什么我会念呢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Hey,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哎，我可以了，你看，可以啊，我呀。抖音，我是 TP 抖音啊，可以给我一个词语吧？还想不到，我是 TP 抖音小教主 ，OK，Are you OK? I sing, I wanna, you say me too. 救命啊！好好笑。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木，木，我是木。天哪，好好笑！现在是就抖音不就这两首歌？有啊，还有一句啊，大家，哎，不是有，还有一首，大家有听过 Butterfly 吗？但是全部是 rap， 实在是不会唱。
好像没有明白。无情的暴雨配多情的他，乌云在楼顶会不停的下。你没有听过吗？自己全新旗舰折叠，展开大折时代。听过吗 ？Butterfly。无情的暴雨配无情的他，乌云在楼顶会不停的下。无解的是你眼中的复杂，怎么看着你眼睛对你说呢？我面对 raining raining， 想问你 how's going， 不会认真解释，因为你也不会用心。你让我 waiting waiting， 想知道 what you doing， 不会认真解释，反正你也不会动心。围着你转不能停下，不能闲的 day and night。天傍晚 I can make you mine， 像多情的蝴蝶花朵不是唯一，像多情的海风不可能只为你。感觉这 key 有点怪怪的，是不太会唱。我看应该有抖音吧。无情的暴雨配多情的他，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无解的是你眼中的复杂，怎么看着你眼睛对你说那？外面的 raining raining， 像我，蛮抖的。Flying get 超，我有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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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有两次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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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是不是就没了？噔噔噔噔噔噔，他他他，这样，他他他他他，他他他，没事。无情的暴雨配多情的他，乌云在楼顶会不停的下。无解的是你眼中的复杂。小心在抄抖音，哪有？我这些都不是从抖音上看的。是在 Redbook， 是在 Redbook 上看的。哦，完全没有在抖音在看抖音的事情。我抖音其实没有追踪很多，我就追了就是几位很喜欢的前辈，然后还有那种很可爱的，就是拍抖音的人。Baby will keep on talking that keep on living that day。 Oh my shit。 Redbook 是陈妍倩的新平台吗？不是，不是。中和老总，中和老总不太会。这样吧，哎，为什么就哦？可是因为是抖音吧，所以大家都会懂。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唱的？蛮好笑，我的外面的垃圾车。说好的不太，我不太会唱。还有不是有那个吗？最近很常看到，是不是应该要盖过这个音乐？等一下，我们来听大家都很喜欢的。把这个调大声一点。激烈，好，好。Lily 弹这首哪一首？哪一首？我们来听，哎，我们来听直八妹。我最近很喜欢听直八妹，大家有听过吗？就是有阿手比的新歌吗？直八妹的意思是燕子。惊雷。啊，盖过这个。爱丽丝，给爱丽丝，不能吵了吗？海を越えて、僕はそう小さなツバメ、たどり着いた街で触れた、楽しそうな人の声。
悲しみにくれる仲間の声それぞれ違う暮らしの形守りたくて気づかないうちに傷つけ合ってしまうのはなぜ同じ空の下で僕らは色とりどりの命と共に生きている草木も花も鳥も背合いながら未来も違うけれど好过了过了大家过了，他过了 ，OK。啊，他过了，他过了。好，没关系，但还是可以听嘛，对不对？非常推荐《紫八妹》给大家。惊雷是什么？惊雷没有听过哎。听一下，插播一下。哇，好国风哦，有吗？也没有，有吗？没有，不会唱哎，可是很好听。跟着这首 remix， 谢谢四叶草。特效的腮红，好，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哦，哎呀，哎呀，很喜欢抖音歌吗？好像最近就蛮常听到抖音歌。我现在真的很，就是抖音歌增加我的曲库，因为其实老实说，抖音也不是所谓的抖音歌，也只是因为抖音在抖音这个平台，然后红起来的一些歌。但这些歌可能本来就是蛮红的，又或者是说哦，因为抖音这个平台而让一些比较平常没有人听到，或者是刚新出的歌，让它变得就是更加家传。小大家都喜欢这样子，然后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哎，就是因为很多人听，所以就会就是可能会很流，也可以说很流行嘛，反正在就是很多平台上会听到，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完全是因为有些歌就是因为抖音听到，或者是说因为抖音平台红了，所以就比较触及率比较高嘛，然后就让我认识到了很多歌，家喻户晓。香港的抖音跟中国的抖音有什么差别？没，抖音不是一个城市吗？有差吗？我知道，我刚才有查，家喻户晓。刚刚是说什么？家喻户。小，对，天哪！哎，对，我昨天还有练苦茶，苦茶也可以乌克丽丽一下。你们想要听乌克丽丽版吗？
还是你们想要听普通的？香港现在有抖音吗？应该可以下载抖音。对啊，国际版可以，国际版。对啊，可是我是国际版的。苦茶是一首歌，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现在忘记了。你一定有听过，我不相信台湾人没有人听，有人没听过，不知道吧？应该不能这样说。但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苦茶有吧？是我的，你不是童年啊，但是哦，有听过吧？微微笑的看你，微微笑的看你，越是一人真，只越让人心。解释你晕啊！真的假的？有吧？嗯，黑社会跟棒棒糖的，哎、欸，蛋挞都有听过了。对啊，你知不知道你？中很可爱的天真，大男孩的口吻，美丽加到100分，怎样做才会完美像个男人？喝一杯苦茶，温暖。喝一杯苦茶，温暖你的体温。不用等你开口先说我爱你，在那之前想对你说我愿意，你不必问，你也不必等，这个就值得爱到永恒。我该如何让你明白我爱你，在那之后一点都说我愿意，想照顾你，想守护着你，这个就想把你抱紧。虽然永远。
爱到永恒，我该如何让你明白我爱你？在那之后，你点头说我愿意，想照顾你，想守护着你，这一刻就想把你抱紧。抱歉，我都看动画，没有真的没有听过，没关系。副歌才有印象，十年活动停止。那个是哦，真的啊、哦？什么？是 TP 之前一团，什么意思？最后这、哦、也不算吧，中间还有很多女团呢、啊。天哪，有啦有啦，还有很多女团了啦。还不错啊，蛮好的啊。今天好 free 哦，今天认唱认唱耶、爸爸爸爸那的无可救药，真希望不管悄悄的梦到，因为没什么大不了，感情一张白白说的潦草，那边我躲猫猫，这次不许胡闹，一秒一秒越好，明明那么靠近，听得见体贴的叮咛，就要不客气，答应一起牵曙光的风景，总有一天一地无边无际，这一刻泡泡把小年宝宝回忆都在我面前，好高哦，一秒会就揭晓，应该要听好听的，应该要听 MV， 不是忘词，是很高。这首歌真的很高哎、欸，我跟你们分享，这首歌真的很高。有人要唱唱看吗？有人要唱唱看吗？这首歌很厉害啊！但是很爽，唱到就很爽。哎，为什么是？这首歌就是当你停下来之后，你就可能有点不太想唱，因为就是蛮高的。对，对啊，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跳起来感觉就是看我们跳，好像也看得起来蛮简单，但可以跳跳看，是蛮好学的。就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如果说舞蹈的话，它是一个一个就是卡好，就是不会有什么
就是你们看不出来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蛮适合，就是如果你今天可能想要 cover 一下这样子，就很适合大家一起跳这样学学看，但是也就是没有，就是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如果我不知道耶，怎么说走位比较难之类的。这首歌本来就很喘很喘，因为怎么说还是一直在跳，如果一边唱一边跳的话，特别是那个八八八的地方就一直在跳，然后刚开始练的时候就是八八八的时候就怎么说就会因为八八八八嘞，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抖吗，就是反正我的声音会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哈，这样怎么唱啊，救命啊，真的是。对，然后但我不知道我好像上场的时候就比较没有这种事情了，因为我自己在家里练的时候唱跳嘛，然后就觉得我会喘，我那首哪所有歌都会喘，对，不会没有，不会有没有喘的歌，唱跳的话不会，一定会喘，大家一定会喘。对，现在没有跳起来，但是跳起来是声音，因为你晃动那你声音就会晃，但是因为这首歌就是要有一种很轻飘飘嘛，然后反正大家要弹起来的感觉，这样子很轻快很可爱的一首歌，然后所以要跳，要跳起来，对。刚刚那个很好笑的那个，会喘吗？很好笑的、那个，不会，那个没有在唱跳吧？对，应该说，如果你说完全不会喘，我觉得不太会耶，就跟你运动，你慢跑。哦，也不一定，就跟你跑，就跟一个慢跑一样吧。就是如果你跑十分钟，那一定会喘啊。但如果你说你跑十秒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喘吧。对，十秒应该也会喘，如果是快跑的话，对之类的，大家懂吗？如果是快跑，就是快跑就是很激烈嘛。如果是慢跑的话，可能才跑个两三步，那可能就不会喘。大家能够理解吗？就我觉得跳舞就跟跑步很像，就是那样子。越南会跳很多奇奇怪怪的越南古卡点歌嘛，例如但我觉得我的也没有到那么的就是知道很多歌耶，意外也不是，也没有意外了，哈哈哈哈，有意外吗？也没有，哦，因为那些歌都很奇怪哈，那我不知道，可能有看过，有些有看过，有些没看过，因为我就是最近就是因为你知道听太多的话会就是页面会出来为你推荐，就是 YouTube 也会为你推荐，然后就随便按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啊，现在才八点的，好早哦，大家都在做什么？我们可以播到八点多，莉莉下半场。我没有歌库嘞，我歌库快结束了，我歌库我曲库不很小，没有那么会 reading， 看我的直播，不好意思，大家没有同时在做什么事情，我也在唱歌，我一边直播一边唱歌这样子。你想听单向箭头？那我们来唱歌好了。我最近特别想唱歌耶，大家就觉得。对啊，时不时就会特别想唱歌，抒发一下。但是你的喉咙，对，我们不能唱太多。是什么、啊？刚刚说什么？单向箭头。单向箭头的 Lily 我好像有查过，然后很难，所以就。放弃了是否？不是哦，单向箭头、
好像没有谱。失眠的夜，我有听过，但是我不太会唱耶。但要戴口罩唱很妙哦，是哦。但好像快要结束了戴口罩的日子，什么时候还会有小小音乐台呢？先让我有时间练歌，对。现在只能就是把以前会唱的歌唱一唱这样。哦，好久没唱了，哈。季节以后，白昼变薄，夜晚变红。怎么四季以后，我们还像平行的线，素不相谋，构造一个以后。枫叶藏在眼眸，或者雪花落在十字路口。视线对上以后，喜欢变得不可置否，确认嫉妒以后，他的名字怎么突然朗朗上口，打算靠近以后，我却没有别的寂寞，借着余光把它描绘拼凑。喜欢是两手空空，是眼眶红红，是蠢蠢欲动，是来势汹汹，是似懂非懂，是风吹草动都让我心事重重。喜欢是不问行踪，是来去匆匆，是月下朦胧，是无法受控，是独自独斗，是渴望扑进怀里与他取暖相拥。喜欢是对他的单向箭头。是想对上以后，喜欢变得不可置否，确认激动以后，他的名字怎么突然朗朗上口，打算靠近以后，我却没有别的寂寞，借着余光把它描绘拼凑。他的眼睛足够温柔，是我也戒的念头，被装在沙漏，一点点流走，我也在挥霍每个靠近他的理由，是我依赖这份温柔，他越加成熟，我越加软弱，他向我伸手，我自愿上钩，仿佛只有抓住他才是正确出口。是我沉迷在你眼眸，春天的石头被夏天收走，秋天一插手在冬天拼凑，是365天指向你的箭头。一阵风吹吹散以后，两天心动三天无措，回头等你也看我，第五遍想念好想成为你的某某。喜欢是对他的单向箭头，喜
喜欢你的第381天，今后也切记多多观察。耶耶耶耶！但感觉跟小小音乐会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的心，就是感情。对，那个时候比较安静，感觉就是如果要唱的好听一点，应该要先沉浸自己的心灵。刚刚太嗨了。沉浸自己的心灵，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谢谢老沙，谢谢初风，谢谢莫涵，谢谢西西老，谢谢 Lucky。 啊，这水蒸麦克风很棒。哇塔快乐欸，唱歌很快乐欸，大家。哇哈，虽然有点鼻塞。无情的暴雨配多情的灯，小心头上是特效，特效。谢谢大家帮我，这是什么取得获得这个特效。 这一瓶水等会会喝完吗？感觉喝不完欸，感觉喝不完。未来的果实Boys and Girls， 啊 ，Boys and Girls 也很高哎，很高哎。收获，这是第二段。噔噔噔噔，真的超喜欢未来的果实，就是很开心的喜欢。每个人每份青春却无仅有，却怎么仿佛一点都无动于衷，像蔚蓝的天空年少的段落，失去后才懂没把握，可到底又还能够做些什么，虽然总感觉一切会无聊无功。这是谁？于是梦慢慢成形状，遮住你的锁眼气像魔法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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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蛋挞的掌声鼓励，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别人就是一定会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歌，出了就一定会有机会表演的，应该会吧，不会有什么歌什么出了一次都没有。哎，就是对啊，一定会的，期待。我跟你们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录音的时候这首歌真的很难耶，就是先不要说什么音高什么之类的，音高还行，对，音高对我来说，这对我来说，这一首歌的话，除了某一个地方特别难之外，就是都还行。然后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就是因为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我们分part是前面第一次的副歌 ，Boys and Girls， 满怀着激动向前走的那边，
除了 boys and girls 之外都有分派，所以副歌不是一起唱的，不是全员一起唱的。然后但是第二次副歌呢是全员都在一起唱的，然后你们来听一下这个副歌。我们走慢的风一面向右， boys and girls 无论多荒谬都享受，一时中无法保留， boys and girls 再见继续到亮，我们走长夜路过关连烟的草丛丛。这一句超难念的，就是因为录音要顺着录嘛，然后有时候就是在家里练的时候就是 boys and girls 不论多荒谬多闪烁，一天始终无法倒流， boys and girls别继续逗留，我们就在夜路不管来来来啥子，然后就很生气，就这首歌很难唱，然后想说就是这样子，但还不错啊，录的还不错。长夜路不管连夜绿草丛丛，啊，长夜不管从头远从头。镜头烟真的很难耶，真的很难，对，语无伦次，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就我也很喜欢，就感谢天禄老师，对，被歌词搞到就很气，然后录音老师跟我的想跟我预设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会破音，就是我怕我录到破音，因为这首歌很难。怎么说呢？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应该说副歌也蛮高的，虽然我们副歌通常都很高。Boys and girls， 别继续逗留，我们走向夜路，不管连夜绿草丛丛之类的。就很高，然后主歌比较低一点。每个人每分青春绝无仅有，却怎么仿佛一点都无动于衷，就蛮好的，就蛮比较轻松。所以我们先把副歌主歌先录完，然后再录副歌，然后还有一个 C。这一片归属，大自然所交付。美好的眷顾，一直是最在乎、最不肯让步。我还有点鼻塞，对，但是呢，这里也还可以，就先把这里了。好，剩那个独一无二的把握，的地方，我刚有到吗？反正这个比较难，然后还有副歌两个地方比较难。他说，然后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哦，我就跟老师说我感觉会破音，因为这首歌有个地方很不自信，然后但是我不自信的地方不是这里。然后我把那个录完之后，他说你想要先录副歌还是先录那个间奏，然后我说都行，都可以这样。然后我说他们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比较高，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太那个啊？有点凡尔赛，不是凡尔赛，凡尔赛文学，不是，真的是，就是还行。然后有一个地方很难，我觉得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就这个，就有一个地方是只要将笑容随时遥远的绽放。你也即将被微笑照亮。对，慢一点的话比较安全，但这个很难耶，大家懂吗？大家就是，大家有能够了解我觉得很难的地方吗？就是，它有点在真音跟假音那边转来转去，然后就刚好在我的那个混音区，大家懂吗？就是要高要真音还是假音的地方，就是。我的音域的顶，耀眼的绽放，就是要转真还是要转假，就是我很弱的地方。然后但是像是
副歌或者是飙所谓的飙高音，就是如果我决定他是要用真音唱的话，就顶上去就对了。对，但是呢，就他就在一个要真不真，应该是说真音跟假音的那个对临界点，然后就觉得很难。然后结果我就说，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可能会破音，因为那个地方我在家里练都练不好，没有一次是真的很完整的唱，然后这样子，然后，但对，就也是那边录了好几次，还有卷舌不卷舌跟口音跟就是那个录很多次，对，其他就这样顺顺的录下去，嗯。然后他说怎么没听到你破音，你不是说你会破音吗？因为最后我没有破，原因是我超级小心翼翼的唱，超级小心翼翼。我听一下结果，还行啦，后面那句比较明显，前面是泪迹比较明显，后面是我比较明显。哎，微笑着，好难哦，好难哦，大家。可是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没破，破音怎么可能放进 CD 里面啦？对，放进 CD 里面，你们就会投诉了。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你这不是我要的作品。小晴前几单的歌曲有破音过吗？正式表演的时候会破音，不然的话录音比较小心翼翼一点。对，特别放一张破音的 CD， 对，现场会破音，现场有时候太干，喉咙太干，然后对啊，蛮常破的啊，看到那个闪亮的幸运。看看那个闪亮的幸运笑唱版破几次，很丢脸的，真的很抱歉。对，对，没事，我会好好练好的，大家等我。啊，不用等了，下次一定会好，我跟你说，出来都是好的，一定会好的，不要等我，不用等，我会准备好再出来的，大家。破音的地方都在回忆里剪掉，把它剪掉吧，大家。你让幸福都暖洋洋，哦，真的是。没有啊，破音大家才知道是真唱嘛，对不对？天哪，真的是。那我彩排特别会破，就是连那个吧，那个。叫什么？为了明天有接吻，为了明天有接吻，真的很容易破，特别是那个耶，因为其实我好像发现我音域并没有那么高，就是耶超容易破的，所以我也是每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可能没有，有时候会好，有时候就是感觉 OK， 那就耶出来耶这样，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在就是破音的临界，然后怎么说？就那个夜不敢夜出来，他的夜都很高音耶，就像乌吼的夜夜夜也是很高音耶，我那个时候我重录了几次，老师说夜夜夜乌吼乌吼乌吼一种感觉有你有，那个夜夜夜我录了两三次吧，两到三次这样，就很高，为什么夜都那么高，真的是，耶耶耶！哦，刚刚也不行啊，还有亲吻的耶、yeah ，接吻、亲吻，对，亲吻的耶、yeah。哇哦哇哦哇哦耶！在前面一个，耶、yeah ！I will kiss you again。哇哦哇哦哇哦耶！Oh, for tomorrow, yeah, yeah， 很难呢，超难的。然
然后就会破掉。我觉得唱歌最难就是夜了。叮的夜月月月月月，从低到高，从低到高。哇哦哇哦哇哦耶！这个就蛮舒服的。哇哦哇哦哇哦耶 ！Oh for tomorrow， 耶耶！这是我的平常的声线，但是它是耶、yeah! 啊，好难哦。好啦，好像今天蛮播了蛮久，已经播了两个小时了，大家要听是不是快要差不多要结束了？要听最后一首歌吗？但我不知道要唱什么，大家想听什么？公演的歌也行啦，可以帮你们安排一个清唱版。不要再募集了，到底要唱几次募集？我今天开始不接受募集，好不好？搬家了，你们想听搬家了？慢冷做女做女友。慢冷，你们完全。可是下雨天，今天不是已经唱过一次了？多爱下雨天！我拒绝募集皆是你女友，女友。不会，下雨天，一秒一秒约好的高低音版，什么是高低音版？一秒一秒约好，一秒一秒抓牢。哎呀，爸爸，蛋挞在吃火锅那个，蛋挞在吃火锅哪一个？对啊。奇迹也赶不及，奇迹也赶不及跟搬家了。蛋挞在吃火锅。OK，OK，OK。哦，那我唱完这个 OK，OK 就关台 OK 吗？确定吗？啊，不 OK，OK，OK， if me clap， if me you， if me clap， 差不多了吧？想一下，奇迹也赶不及，奇迹也赶不及，你们听现场吧，嘿嘿嘿。我可以唱搬家了，刚刚有没有？谁我还没？还没？对。远程沟通哎、欸！救命！等一下，我还在播。我唱完这首就下播，笑死！他们在等你万圣节派对，是吗？看看有没有，好像有，我记得好像有吗？这是什么？
哦，没有耶，它是有声音的。那就只能吐息下播，突然下播这样子。我找找看，巷子里跟着路下去，没有气，小屋顶的隔壁。这样不能拖大家时间，大家要不要去？大家要去吃饭吗？还是我先不找，下次再找好了。我们唱一首。OK， 去找歌词呀。清唱一下应该还行，没有音乐的话。不是这个，不好意思。他说什么？我忘记了。歌词本本唱什么？新型病毒。刚刚是不是有人点新型病毒？我想说其他歌没有音乐是不是很尬？但新型病毒应该还好吧？会有新型病毒吗？有哎、欸。超久没唱，搬家找不到歌，找不到音乐。没口白的，对，没口白的。我有歌词。明明一开始没什么特别，甚至有些伤脑筋的感觉，聊天我也只是尴尬点点头，随便的敷衍。虽然看得出你的善良体贴，但绝不可能是我心动的那一类，还以为反正过了今天就不会再碰面。那时候哪里突然逃，那时候哪里突然交错，怎么我不觉不觉中、我为什么会怎么唱，我为什么，我是太久没念是不是，对不起，不好意思，让我重来吧大家。我知道你们不会介意的。那时候哪里突然交错，怎么我不知不觉中一脚跌进爱的漩涡，好荒谬，关于故事的开头找不到线索，想不起来任何理由。带有新型病毒的你，包传染的措手不及，越治疗越无药可救，真要命。所有思绪被你占据，每分每秒挥之不去，魂不守舍，忘东忘西都怪你。帅站不上边，周遭的朋友纷纷哑口无言，不停的追问你究竟喜欢他哪一点，其实根本连我也百思不解，
或许因为从不曾遇见，才会毫无免疫让你惊蛰的双眼泪共见，搞不懂哪里突然交错，怎么我察觉不太多，已逃不掉制约的锁，总是动不动凭着情歌泪又莫名滑落，不安冰冰化属于女孩的寂寞，白夜星星冰毒的你把我变得不像自己，越拖越严重，全身瘫到不行，仿佛坏窒息，脑袋宕机，剩一片空白，无能为力，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好笑。但愿星星病毒的你，抱成人的措手不及，越治疗越无药可救，真要命。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每分每秒挥之不去，魂不守舍，忘东忘西都怪你。都是往东往西的怪你，耶，蛮好的，蛮好的。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吧。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然后今天唱了很多歌，谢谢。第十名是灯火，谢谢灯火。第九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八名是 RTY， 谢谢 RTY。第七名是中和喵喵，谢谢中和喵喵。第六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五名是蛋塔，谢谢蛋塔。第四名是信维，谢谢信维。第三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二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然后第一名是 Ting， 谢谢 Ting。然后今天唱了很多歌，嘿嘿，然后乌克丽丽也唱了，也弹了很多。对，对我刚刚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请无视，希望能够在你们记忆中删除。好，然后还有什么？哦，对，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星的直播，那我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很开心见到你们，希望你们万圣节玩得开心。天气冷了也要多保重，谢谢你们也是。然后快要十一月了，对，十一月有什么可以宣传的呢？我们的疫苗约好，虽然现在握手会暂时满布了，谢谢大家，我超开心的。然后希望如果有机会会就是加补的话，看再看一下，就是没有填到没有登记到，大家也可以就是去就是填一下序号。对，11月2号是乐天日。对，然后另外呢还有，我记得还有11月11号双十一，对，虾皮的一个直播，对，我会上下批给，就跟那个我忘记名字叫什么，对不起，找找看，就是跟那个跟我们大家一起上，我这 AKB48 Team TP， 对，会有那个下批红白。是什么啊？突然忘了，那个也公布了，反正。等一下。找
找看，找找看。10月10日，橘白异能大对抗在7点开始，大家可以就是留意一下。然后还有11月20、21，对 ，reset 公演，然后还有就是近期是可能说不定会有很多机会能够见到我们，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然后也多多支持我们的第五张单曲《一秒一秒约好》，期待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表演。最近是想念舞台的情，是的，对啊。好啦，谢谢你们今天来看小晴的直播，哎，对，不小心关了。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帮我得到了这个贝雷帽，我下次也会戴的，还是你们，对，下次也会戴的，戴个2天之类的，然后就看一下，谢谢大家，然后大家天气冷记得多穿。多添衣服，嗯，期待握手会，对，蛮期待的，因为很久没握手会，但我也还没想好要干嘛。拜拜啊！对了对了对了，明天是10月31号，然后我们的布丁奖的最后一次直播好像会在明天，但如果大家可以就是可以跟他说个考试加油之类的。然后我最近发了新影片，大家也可以去看。然后最近在剪新影片，但是可能会很哦，对我还要剪影片，对，很开心耶！希望就是大家会喜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UNISAKURA， 还有 AKB48TP， 还有一秒一秒约好，还有各位团员们，对，是不是太多了？是的，好，也好，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呛？有一点吧，嗯，好了，没关系，拜拜，大家晚安，晚安。拜拜！谢谢大家陪了我2个半小时，今天有点很长了，对，希望没有妨碍到你们的时间。晚安，拜拜。